随着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调查报告昨天出炉后，今天民航管理局主席拿督斯里阿扎鲁丁就发文告表明，他会为这起航空史上最离奇的空难事故引咎辞职。阿兹哈鲁丁发文告指出，虽然调查报告没有指明民航局是罪魁祸首，不过调查团队发现航空交通控制中心没有根据标准程序作业行事。过去四年，他尽力协助搜寻 MH370 客机，更欠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。如今必须这样离职，他深感遗憾。交通部今天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。他没有马上报告，说没有马上采取行动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失职。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成立一个委员会，来建议，有怎样的这个行动。我们可以采取任何的行动，因为这个有一些困难，因为当时他们是 serve 在 DCA 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， 但是 DCA 现在已经是被取代成为 CAM。 陆兆福表示，目前政府已经掌握空难发生时在控制中心执勤的工作人员身份，至于阿兹哈鲁丁的辞呈将在两个星期后生效，交通部需要时间委任替代人选。八度空间邓颖慧、林晓彤，国会大厦报道。